那您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云台会吗？有什么感受？我感觉到两岸的融合，还有云南的进步，还有在我们云南，这个高原农业产业的希望。那我刚刚也听到我们主席对于我们台湾的关爱，甚至照顾，这种的话，从原来的不相识，到现在的融合，甚至于到现在都感觉到被关爱哦，这个已经很丰富了，所以没有什么苦难。那您对于未来的两岸的融合和发展，包括交流，您有怎样的期待？或者说，您觉得自己能够为两岸交流做些什么呢？两岸交流的话，我们一直在做的，不管是朗朗上口的这个乡村振兴，是吧？我对两岸的交流，像我觉得现在不管我们中央还是省委这里的话，我觉得做得很好。为什么？多交流。但是我觉得国家的政策对于台湾的这种自信还是包容，尤其我觉得包容这一方面，我更看到希望。